给你。我已经有，我已经，哎，啊，这样，当队友不 carry 的时候，就可以有名言正顺的谴责了。左边有敌人哦，有看到，刚刚应该就是刚刚那一组。我们要不要玩香蕉啊？我才刚把手上的香蕉丢掉而已。躲在阴影处，看到如果有人来的话，踩到会看得到。我踩到，里面有那个三角。爽！他踩到香蕉，好爽！有。哎，你要不要汤普森 ？OK， 好，我先回一个状态。要快过来，过来哦！哪里有？我看下面有金色的，金色给你，金色给你。Okay， 我拿到了。那边有一个金色的汤姆森啊，把你的枪捡起来啊！我另外一边有布香蕉。哎，可以来躲在这里，他们看不到。哎，不要踩到！他们在底下。我知道。敢不要动枪啦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干，吃屎！我干！我干！干！气死人！哇！干！不是最后一队。干，躲下去回状态。好，拼喝水。啊！欸，他们在干嘛？你怎么赢的啊？你怎么赢的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他怎么毒死自己的？